年羹尧、隆科多是雍正登位前后功勋卓著的亲信，两人最后都因为功高盖主、影响皇权而死于非命。年羹尧为清代名将，具有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。他从小聪颖无比，刚毅决断，涉猎广泛，善于技艺，能文能武。在担任四川巡抚、四川总督、川陕总督、平西将军时，做了许多有利于稳定地方统治、平定叛乱活动的工作，还任用提拔了许多精明能干、政绩突出的官员。无论是争夺太子之位，还是巩固皇权之时，年羹尧作为雍正的心腹重臣，手握重兵，对于稳定国内局势起到重要作用。隆科多更是康熙、雍正最亲的国戚，他是雍正的亲舅舅。在雍正登基前后，隆科多是支持雍正的皇室内部最亲信、权势也最高的大臣。康熙驾崩后，又是由隆科多向雍正宣读遗诏。雍正即位之时，朝政一片混乱。作为掌握京师禁军的步军统领，隆科多坚决按雍正的旨意办事，将京师一度封锁，这对稳定局势、巩固雍正的皇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雍正即位之后，十分亲信年羹尧和隆科多，在雍正给他们的谕旨和他们给雍正的奏折中，他们之间的感情比亲兄弟还要亲，没有了君臣的界限。雍正还协调年隆两人的关系，使他们成为雍正巩固皇位最得力的助手。就这样，在雍正的恩宠下，年羹尧和隆科多的权势越来越大。雍正即位之后，年羹尧在平定西部时任命官员，只要向吏部通报，不用向皇帝请示，称为年选。隆科多担任总理事务大臣并主管吏部后，独揽用人大权，经他操办的权选，人们称之为统选。在雍正的不断恩宠之下，年羹尧、隆科多得意忘形，擅权存私，任意对地方文武官员进行举荐，年选统选更加突出，周围都聚集起一批人来，形成新的宗派。年羹尧还经常对将军督府擅自发布命令，对于皇帝派往军中的御前侍卫像奴隶一样使唤，甚至进京时还让额驸下跪。另外，年羹尧贪赃枉法的情况也十分严重。年隆两人自以为有这样亲近的皇帝为自己撑腰，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擅权专断，从而形成与皇权相抗争的权力中心。
当雍正发现年隆的势力已经开始威胁自己的权威，破坏国家统一，甚至危及自己的统治时，他对年隆两人的态度马上转变。雍正三年，即公元1725年春开始，对年羹尧的错误和罪行，雍正不断进行指责，并对年属下的川陕两省官员进行大调整，鼓励臣下揭发检举年羹尧，对年羹尧连连罢官。当年四月，雍正下令夺去年羹尧的兵权，九月将年羹尧的官职头衔尽数革除，并下令立即逮捕他。十二月，议政大臣奉雍正旨意，隶属了年羹尧92款罪行，该判极刑和斩立决的就有30多条，请求处死年羹尧。雍正准奏下旨允许年羹尧自杀。处死年羹尧后，雍正着手消灭隆科多势力。雍正四年一月，隆科多被削去职务，后来被囚禁。雍正六年六月，隆科多最后死于被囚禁地。雍正铲除年隆，是皇权和神权的斗争，也是澄清吏治、打击贪赃枉法的斗争。雍正扫除年隆，使自己独揽大权、君临天下的绝对权力大大加强，这对于他进一步推行各项改革、肃清官场风气、整顿吏治、建立皇权至上的勤于政事、廉洁公正的官僚体制，进一步巩固封建专制主义的国家来讲，是极为必要的。